直播，啊，伫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咱予咱的节目会当顺利来进行。嘛，感谢恁的配合，祝福恁身体健康，万事顺利。最热情的尖叫与掌声，我们来欢迎佳琪女中海蓝天一队进场。掌声鼓励他，欢迎他们的表演。接下来将会由台湾组成正统陆委男圣亚的主任委员王增荣委员以及佳琪高中的主任教官陈志宇教官进行接礼仪式。为全线高速在系统消在日本附近制造非常明显，为了大家合法平安保安，请你欢喜来，欢喜来过七七桥。七七桥的桥头前有七七桥、科目桥、玉木桥以及桥顶有七七步彩虹步道，有意来解围。桥下有七七灯，辅助咱人的万事旺利，消除凶气十大。沿路桥头桥尾，都有咱农民众心保佑解围，是天在咱开创的机会，是上天赐之。请各位在咱心路，总能过七七桥。无啥再不同于凡夫俗子，只可咱讲平安的大事。
有气势的海南这一天的表演。远方的老朋友们，欢迎你们拿出你们的手机，搜寻台南正统杜尔门圣母庙的粉丝专页，就像你在远方也可以同步收看他们精彩的操场表演。Thank you.
在台湾的状况会起来，但是公司在新竹，小台湾的不仅是非常的强。
期待明年继续看到大家精彩的表演。